教练，敬地大赛，敬嘉年华卫总指挥官第一大队大队长王宝官报告人数，参加应销布先施工，共计84支队1800人，报告完毕，恭请市长校正。 大林和小港顶尖的，对啊，顶尖。
笑的是大仓的爱笑吗？主任在呼叫你们，主任在。今天更是不辞辛劳的在百忙当中担任了教乐官，来为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市长。我们高雄的义消当然要感谢我们最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陈局陈市长为我们消防义消团队的努力与付出。总队包括护先队1800位，我们的叶组长今天特别来为我们鼓励加油打气，也表达支持的意思。我们义消总队林总队长、田副总队长、高副总队长、张副总队长、陈副总队长，包括今天在场我们所有义消副先所有的兄弟姊妹，大家高炸，大家好。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今天来参与我们高雄市1020义消总队跟副先今天的教业，还有今天我们的贵宾，我们花莲的义消总队刘副总队长、台南市义消总队李总队长等等，我们兵役及黄局长，包括今天市政府的团队，我们陈副市长跟所有我们市政府的相关伙伴，包括高雄市防灾协会王理事长等等，都今天来为我们鼓励加油，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那我们会认为今天我们的义消包括副先，我们看到每一个义消副先服装非常整齐，
非常帅气美丽，但是更重要，精神抖擞。每个人都是非常专业的训练，让我们看得非常感动。那我们认为，看到所有的打火兄弟、父先姐妹那种奉献的精神，我们真的是除了感佩，一定要代表我们高雄市277万的市民，跟我们的义消总队，跟我们的护先姐妹，再一次表达我们内心的感谢。我们消防局陈局长，跟我们的义消总队林总队长，跟各位副总队长，我想凭此训练的精神，然后我们高雄市的义消总队随时协助我们的消防局，随时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援，我非常感念我们消防局的打火弟兄跟我们在场所有义消总队的打火，包括父先的兄弟姊妹。我常常说，我们的打火兄弟，我们的义消总队，他们在捍卫我们高雄市的安全。我们的父先姐妹做了很多很多的宣导，让大家随时注意我们任何的灾害的发生。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真的谢谢大家，对我们消防局义消总队，尤其是我们消防局，我都是要求陈局长，我觉得要有最先进所有消防的器材。我们对我们消防局提出来的预算，包括对义消总队的支持，我们从来就是100%从不打折。因为我们的打火兄弟站在第一线捍卫市民的安全，我觉得我们对他的支持不能有任何的折扣，我觉得我们对他的支持是应该，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我在这里一定要跟各位我们打火兄弟，我们的义消所有的兄弟父先的姐妹跟大家说，谢谢大家的辛苦，很感谢大家，高雄有你们真好。高雄我们的义消总队在林总队长的领导之下，那种向心力、凝聚力，那种对跟我们消防局大力的支援支持，几乎在全台湾各县市大家都非常羡慕我们高雄。我以我们的义消兄弟父先姐妹为荣，我再次要说多谢大家，高雄有你实在足幸福，真好，谢谢。那今天我们活动的规划非常精彩，除了教练活动以外，还有园游会、防火宣传的体验，我们的父先姐妹很多才艺表演的宣导，还有我们义消各项消防战绩的比赛，希望所有参赛的选手今天都能够有最好的表现。在场1800位我们的义消兄弟父先姐妹，高雄以你们为荣，在这跟你说多谢多谢，义助大会圆满成功，多谢，谢谢，谢谢市长的勉励，恭喜市长回座，谢谢。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哦，能够应邀来参加我们高雄市的义消教练还有竞技大赛建良华卫这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活动。从此刚刚我们陈市长所提的，我们高雄市可以说是一个训练最有势、阵容最
壮大的一个我们消防总队。那当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市长今天在百忙之中能够莅临，就是对我们整个消防以及义消各种活动的这种重视，所以才有今天这么好的这种成果。那其次也要谢谢我们一个非常优秀的林总队长，他的带领，林总队长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报国企业的企业家，他就把他在经营事业的这种精神来带领我们整个义消总队，所以今天就是他一个最好的这种展现。那当然今天也是我们明年10月4号要在这里举办全国义消竞技大赛的一个暖场的活动，从我们林总队长的用心里面更可以看得到，确实他确实对于每一个事情的细节都是非常的做好各种准备，相信有他这个用心，明年我们的义消的纪念一定会更加成功跟圆满。那当然诚如刚刚我们陈市长所提的，有关消防灾防的各种预算，各种的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法令，陈市长以及我们在座的市议会的议员李先生可以都是全力相挺，所以才能够让我们很多的消防灾防的工作，从平时的减灾预防、灾前的准备、灾时的应变以及灾后的复原重建，在高雄市都做得非常的好，可以达到零死亡的这种地步，是不是我们给高雄市的市长、副市长还有议员一个热烈掌声，谢谢他们。那当然我在这里也要是借这个机会啊、哦，谢谢我们高雄市所选出来的在国会的所有的这种立法委员，像今天出席的很多位都是我非常敬佩的，不管是林代华林委员、李坤哲李委员，还有他们还有相关委员的那个服务处的这种代表，都非让我们非常的这种敬佩。有关全国的这种灾防消防的预算跟法案，也都是这些委员跟我们的全力相挺，所以我们的制度才能够建立的这么完善，才能够提供全国2300多万民众这么优质的灾防消防的服务。有一次我在我们就说这一次的这种我们的那种立法院的这种会里面，我碰到我们的李坤哲李委员，他就当面跟我讲有关消防灾防的事情，他一定全力相挺，是不是也在座立法委员跟他们一个热烈掌声，谢谢他们。那当然就说有卓越的领导以及好的这种我们国会议员市议员的这种相挺，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座脚踏实地每天守护着我们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的各位，由于各位的这种无私的这种奉献，父兄姐妹的甚至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打火弟兄所做的这种付出，所以才让我们整个高雄市全国都非常平安。在这里我是跟我们陈市长一样非常谢谢大家，感恩大家。那最后让我在这里祝福我们今天的这种活动非常的圆满顺利，在座的陈市长、陈副市长还有委员政工康泰所有的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总队林水吉林总队长，请热烈的掌声。好，我们高雄市大家长，我们陈市长，还有我们陈副市长，我们消防署，我们叶署长，我们消防局陈局长，还有我们林委员，还有我们李委员，
两位立法委员，还有我们各位议员，我们各位长官，还有我们台南市我们的李总队长，啊，花莲市刘副总队长，各位顾问团，各位阿文兄弟，各位父兄姐妹，啊，各位媒体记者，大家高照，大家好。啊，首先啊，我爱感谢咱陈市长，给我这个机会，啊，给我这个职务，啊，让我会当来为义消兄弟、甲咱父兄姐妹来做服务。啊，伫咱合并了后，咱有分了大家义消大队，一个父兄大队，一个父兄大队。啊，有大队、中队、分队，咱总共有100个单位吼。啊，伫一百个单位，咱有3824个人，啊，今仔参加合法嘞，有1800个吼。诶，所有成员，因为咱和谐、团结、进去共聚一堂啊吼，啊，大家这里团结，咱才有今仔日的这个局面。咱首先啊，嘛爱感谢咱拄啊市长讲的啦吼，以咱的所为预算，对咱消防、义消、父兄姐妹，以咱市政府的所有的团队领导之下，啊，伫咱市长的啊领导，无甲咱一角银的减少，无甲咱删除一角银，会当予咱消防、义消到父兄的这个啊装备啊，甲这服装，包括保险嘛吼。或者是经费，会当予咱啊顺利啊来完成所有诶即铁路诶采购，啊甲所有诶即啊业务诶监管。啊，咱合并了后，自从咱无熟悉，从陌生到默契到和气，我们大家培养出深厚的感情，深厚的友谊，显见我们义消打好兄弟，咱的有一副好的北肠，好的心肠，会当讲是英雄疼英雄的情景，或者是心境啊的形影，咱不必是义勇情深，公义之交，咱会当讲是唔免阁解释伤多吼。这句话我相信大家拢记得在心。今仔日会当予这个大会来参加活动，大家团结一家，会当增加咱所有会当来做这个义消，甲这个父兄姐妹所有的为社会服务的工作，而且更加来较深入，更加来伫遮啊做一个交换会好一点。希望啊，咱对社会的奉献，甲做这义工的工作，对社会的奉献。茫袂记哩讲，啊，家己啊所有担任的事业，哦，啊，伫这事业上要过来担任这义工，我相信讲啊是真辛苦啦吼。而且我感谢讲啊，感谢大家的对义工的付出，对咱消防、义消、父兄的这个奉献，我嘛感而且深深感慨会到啦吼。伫咱合并了后，我相信讲，拄则我看的，伊无熟悉。会当交往到这么深交，真是无简单。我感觉讲，咱义消父兄姐妹真正是有情有义的兄弟啦吼。啊，而且嘛会当共同把这个啊防火救灾的工作做到，为咱市政推动的市长的要求，就是讲咱无灾难的一个城市，给咱一个无灾难有幸福的城市，给咱大高雄所有市民会当得到幸福。满意做到这点，我相信讲啊，这当是咱应该做的义务工作。最后，而且祝福咱所有的啊来宾，甲咱的啊长官，啊甲所有的义消兄弟，甲拍咱的父兄姐妹，伫这个炎热的天气啦吼，啊，伊今仔日的大会会当圆满，大家顺利，家庭美满，大赚钱，身体健康，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大家，谢谢今天的努力。那也就是由理事长李志昌先生代表捐赠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的奖金。
备车一辆，由于该车辆是属于系统相当优异的四轮传动车辆，那今天呢，我们也将这辆车辆配置在山区大马下单位协助执行大马下分队的各项救灾服务。消防局背后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让我们高雄市的安全，所有的安全指数逐年提高，那让我们的市民活在没有恐惧，这是我们市政府消防局义消总队大家的努力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打火兄弟，包括富仙姐妹1800位，他们都是奉献、付出、出钱、出力。那我觉得高雄市以他们为荣，我觉得有我们这些打火兄弟，那我们的市民真的是越来越有这种幸福。谢谢，谢谢市长。可以请教马总统的委员你怎么看？用这样另外一个角度，我想我们比较重视市民的安全平安。如果我们今天所有台湾的社会越来越公平，台湾的社会有它基本的正义，那我相信任何人的维安都会受到尊重。